台北市北投裕民六路今天中午12点多发生一起工地铁条掉落砸毁百万宾士车的意外，当时候轿车行驶在马路上面，突然空中一个不明物体不偏不倚砸中挡风玻璃，结果弹飞过程当中还差一点击中路过的骑士。我没有的记录，对你没有保障，对没有保障了。幸好这起意外没人受伤。初步了解，现场是北投石牌市场新建的工程，因为属于公安事件，因此辖区警方也通报建管处，车主提告毁损的部分，原警也已经受理，并且也会以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